那里是？报警！野人在跑了！铲除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 前方地势开阔，需提防流矢伏击。 加罗罗摩阴魂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
这里。 来吧。 天魂。 来吧。
波泉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岩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岩波如此重敌，竟无泉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是记录着当年三族大战之时，当年为争夺九泉，三族历经千年风雨。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神。天魔女魁羽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计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岩波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若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剑！
好险！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嗯，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穿过这片树林就是平溪村了，昆明树门前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
有什么东西。是妖怪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。不能让妖怪侵入村子。气源术，血体清雷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。呼呼地咬下去了，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。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
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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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鱼都是提心吊胆的，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凶兽老不出，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凶兽老不出，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的。